大家好，我是于荣宽。有位网友留言问我，韩国瑜未来还有没有官运？这其实我也有点好奇。说起分析韩国瑜的八字，其实最好的时机是今年2020年1月之前，台湾地区领导人竞选之前。可是我错过了，当时还忙着别的事，那现在才来分析，真是马后炮之中的马后炮。不过既然还有人问，而且我也有点好奇，那就简单分析一下。网上只能搜到他的出生年月日，那时辰都是各路大神推测出来的，就连他的结婚的年份啊也没说到，连月日排出来的三柱官煞得令透干，那似乎要指化。但是再看他之前的人生经历啊，却发现他事业最稳定的是壬寅大运，水生木旺，寅午拱官煞局。虽然这壬寅大运的官职只是台北议员，个人声望和这个官位都远不如高雄市长，但是连续当了10年，对经验和人脉的积累非常大。反而呢，辛丑和庚子两个金水旺的大运，他的官运很不顺啊，又出车祸啊，大起大落的。虽然当上副市长和高雄市长，但是时间都很短，1年半载的事儿。再加上今年庚子年，岁运并临，先是败选，后是被罢免，那直接就可以确定他的八字格局是紫平之法所说的。制煞太过，以财生官。那按照这个思路，有两个时辰比较符合要求。第一个是戊寅时，戊能化官煞，寅能拱火局。第二个是壬午时，壬能制官煞，午能助月令。也看到网上有人说是丁丑时，虽然也是用财之煞，但是丁丑时的天干官煞没有任何制化，这天干就有点太不像话了。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是丁丑时。这戊寅时既有官煞的力量，又有印透上去化解，这美中不足的是冲禄，就是这个寅申冲，所以我个人认为啊，壬午时的几率要更大一点。明年呢，韩国瑜进入己亥大运，这个己亥大运呢，对于壬午，对于戊寅时来说很不错，因为亥水必然和寅木啊，增强这个木的力量，然后寅木又拱火，这虽然不如这个壬寅大运那么直接，但是肯定要比庚子大运要更好。可是己亥大运对于壬午时来说就很不好，壬水是这个八字最大的忌神。亥水来了，壬水就越发强旺嘛。午火是己土的禄神啊，也是这个八字的喜用神。己亥大运的己土是虚浮的，这有点像午火跟着虚浮的意思。这样喜用神虚浮，忌神坐实，这不是什么好事。那糟糕的程度要大于辛丑和庚子大运。
明年呢是辛丑年啊，进入了这个己亥大运了，这丑午相传，风险不小，应该要全力防守。